洪水孙错是跟保生大帝孙思邈有关系的。第三类中间的宝圣公用，主要供奉保生大帝孙思邈。那个地名叫孙错呢，还有了青蛙宫已经建造成那个宫殿寺，常见的那个寺庙那种屋顶。南头港、地头港，水家土叫做地啊，地头港、金天港，把下讲了，水家土叫做地啊，弄做地。还有是南头港的，所以主张在念这个南头港，怪怪的，南摸摸那个南，南头港，但是又是跟土那个南南南，那个台语的音有关系，因为道风港，道风港那个，道风港那个有旁边的。水土生人，你看水分比较多呢，走路不容易，这样南头港变成南头港，然后又变成地头港，有荷兰国小又变了地头港国小，庙叫定天宫。